六条妃子在源氏物语里虽未单列章节，但她给人留下的印象之深，丝毫也不逊于几个主角人物。虽然这种印象有时候多半是嫉妒、生灵害人、亡灵作祟等等不太好的印象，但在第十回杨通里，作者却将她与源氏分别的那段情节描写得非常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彼时彼刻竟让人忘记了她曾是害过西安与魁姬性命的那个恶女继父。如果说害死西安时她尚且不知道自己生灵出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害死魁姬时她其实已经知晓了一切，但却并无悔意，甚至死后依然阴魂不散，鬼魂继续作祟害人，那简直就是处心积虑，不可原谅了。虽然她自己并不能随意控制自己的生魂，但放任自己的记恨以致生灵出窍，害人之后又毫无悔意，那就有点可憎可恨了。但究其原因，又不得不说一切皆因情而起。想是人世间的爱恨本是硬币的两面，可恨之人也必有可怜之处。六条妃子不得不说同时也是个可怜的受害者，甚至有人说她是对源氏爱得最热烈的人，也是被伤得最严重的那个人。所谓爱之深恨之切，人间之事尤以情之一字最为难解难言。本期源氏物语原著故事就为大家说说这位可爱可恨又可怜的女子六条妃子。六条妃子原本是前朝太子同护帝胞弟的宠妃，源氏按理应该叫她一声婶婶。书中虽未详说她的家史，但能当上太子妃，可想而知她出身之高贵是毋庸置疑的。她16岁入主东宫，做了太子妃。傅大臣本希望她将来登上皇后之位，母仪天下，奈何她的夫君命薄，尚未继承大位就撒手人寰，只留下她和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她与源氏的初次相识，书中也并未详述。六条妃子第一次出现在书中时，是在第四回戏言一篇。但开篇也只是简单的一句，那时源氏公子经常悄悄地到六条去访问，与其他女子有所不同，她一登场就已经是源氏的情人。从之后书中断断续续的片段描述中可知，六条妃子不但身份高贵，而且品貌出众，她多才多艺，素有高雅之趣，才女之名，但她自恃身份高贵，并不轻易与人接触。但面对青春年少风度翩翩的源氏公子的苦苦追求，她最终还是没能抵抗住诱惑。他放下身段，不顾世人的非议，委身于源氏公子。但他因为身份尊贵，气质高雅，又比源氏公子年长，在他的身上，源氏总能感受到一种成熟女人的傲慢与嫉妒。源氏与他的相处，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感。而且因为源氏风流成性，六条妃子有时也会对他十分的冷淡怨恨。这在源氏遇见西安后，就更加的有这种感觉。相比善妒的六条妃子，温婉可爱、善解人意的西安，给源氏的却是一种轻松与愉快。毫无压力的亲切感。源氏公子最初也是因为夕颜而逐渐疏远了六条妃子，却不想这也直接导致了夕颜的无故枉死。一天深夜，源氏与夕颜相处时，不觉将二人做了一番对比，岂料当晚就招来了六条妃子的生灵。只见那鬼魂对源氏说道，我念你青春年少，故而倾心于你，没想到你竟然对这种地位的女子百般宠爱，实在可恨。说完，那鬼魂就去掐夕颜，可怜的夕颜就这样无故枉死，甚至都不知道害死他的人是谁。当然此时大家也都不知道这是六条妃子生灵出窍所为。后来源氏的正妻魁姬怀孕后，源氏也对这位正室妻子多了几分重视。而由于魁姬娘家的家世显赫，上至同夫帝，下至朝堂诸臣，都对魁姬多有关切，而这也同样招致了官居一隅的六条妃子的记恨。同夫帝退位，朱雀帝继位之时，六条妃子唯一的女儿即将赴一世神宫当斋宫，六条妃子也感觉与源氏的关系并不可靠，索性想为帝陪同女儿一起去往一世神宫。同护帝也早已看出了源氏与六条妃子之间的端倪，并叮嘱源氏说自己那个弟弟生前最宠爱这个妃子，而这个妃子的女儿自己也失落几出，你素来行事恣意妄为，但对这个六条妃子可要尊重一些，切莫做出令她蒙羞的事来。同护帝对于源氏公子在外面的风流事极少关心，但唯独为六条妃子而当面斥责了源氏公子，这点也颇为耐人寻味。而不巧的是，此时正好发生了六条妃子与魁姬车队的抢车位撞车事件。事件中六条妃子车子被毁，人也被气得不轻，当众遭受如此折辱，六条妃子心中对魁姬的怨恨也更加的强烈了。此事过后不久，魁姬临产在即，却突发疾病，几番昏死过去。那个附身魁姬的生魂，原始也确认乃是自己的那个善妒的情人六条妃子无疑。一时间六条妃子生为汉人的流言四起，六条妃子也知晓了自己生魂出窍汉人的事，但她却并无愧疚之意，甚至在魁姬平安产子恩荣鼎盛时反而心有不悦。
结果葵姬最终还是无故惨死于六条妃子的生魂之手。最终袁氏公子也因为此事对六条妃子越发疏远，甚至看到他虚情假意的来信慰问，心里不免有所愤恨。六条妃子也自觉此事之后，袁氏对他必然心有怨恨，他与袁氏也算是彻底的缘尽了。而且身为汉人这事已是满城风雨，他留在京城也自觉无趣，他因此决意斩断红尘，陪女儿一同前往一世神宫修行。但在这之前，他先搬到了僻静清幽的嵯峨野宫暂住。搬到嵯峨野宫后，不少风流贵公子闻讯争相来嵯峨游玩，以求一睹六条妃子的尊容。袁氏也因为久未见到六条妃子，心中不免有所想念。眼看他入住一世神宫之日临近，袁氏公子也决意前往嵯峨野宫探望一番。两人之间虽有颇多爱恨的羁绊，但正所谓见面三分情，袁氏只想将心中几个月压抑的情感悉数道出，但一时也无从开口，遂折来一小只羊童塞进帘内，然后说道：我心不变，正是这羊童之长青。此时六条妃子早已斩断情缘，决意离开袁氏，但见他今日情真意切，请诉衷肠，六条妃子不免心有所感，往日对他的诸多怨恨此时也都烟消云散，不觉间泪盈于睫，情动于心。袁氏见状也是伤心不已，并劝他不要去往一世神宫，但最终六条妃子还是忍住了一时的冲动，决意不改初衷，不再贪恋男女之情，如期赶赴一世神宫。他觉得他这辈子也终有了定论，留下了世间薄幸的恶名，终成了一个弃妇而去，因而时时愁容满面，心有戚然。话说去往一世神宫之日，六条妃子与女儿盛装打扮先去往皇宫辞别，此番入宫仪式甚是隆重，不禁让六条妃子想起了当年初次入主东宫之日的盛隆景象。那日她才16岁，正值青春年华，如今年已30，回想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入皇宫辞别之后，六条妃子与女儿的队列于是向一世神宫进发。途经二条院时，袁氏公子折下一只羊童，写信赋诗一首，聊表离别之思。六条妃子也回信赋诗一首：零度泪珠君莫问，谁怜一世远行人。袁氏看罢，仰望长空，难耐忧思之苦。六条妃子此番一去，也是长路漫漫，归期无定，神宫清幽，场所春心，不知该是何等的伤心与落魄。话说六条妃子陪女儿去往一世神宫修行后，朝中诸事也是变幻莫测。几年之后，朱雀帝让位，冷玄帝继位，而每逢新皇登基，也是一世神宫更换新的斋宫的时候，六条妃子的女儿作为沾宫苦修的日子也终于熬到了尽头。她跟随母亲六条妃子于是返回了京城。六条妃子回京后依然入住在六条旧宅，整修一番后焕然一新。重返京城，六条妃子心情也很不错，重拾种种闲情雅致之趣。然而就在新生活即将开始之时，六条妃子却又突然身患重疾，病重的六条妃子忧惧不已，最终落发为尼，遁入了空门，以求赎罪祈福。袁氏公子闻知此事，倍觉可惜，但他也想起了六条妃子的女儿斋宫。当时在嵯峨野宫道别时，袁氏已经对六条妃子年方14的女儿斋宫多了份留意。但六条妃子临终前对袁氏留下遗愿，切莫对他唯一的女儿有非分之想，想他这辈子毁于一个情字，因而他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他请求袁氏公子造福女儿，务必让其以处子之身终其一生，如此他也就死而无憾了。袁氏公子满口答应，并说想收其为养女，说罢告辞退去。几天之后，六条妃子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幽怨的一生。六条妃子死后，她的女儿也并未如她所愿断绝情事，而是被袁氏安排入宫，做了冷泉帝的梅户女婿，之后被册封为中宫皇后，也就是秋好中宫。但袁氏对她的女儿依然无法彻底释怀，甚至在她已经成为中宫之主后，依然对她有非分之想。但秋好中宫对袁氏此举甚是讨厌，袁氏也顾及他的母亲六条妃子的遗愿，最终也不得不就此作罢。此后六条妃子的亡魂依然阴魂不散，子姬与三公主也深受其害。当然这些都是六条妃子身后之事了，至于他死后亡灵害人之事，下一期子姬的故事里我们再来一探究竟吧。好了，本期袁氏物语的故事就到这里，江湖路远，后会有期，大家晚安。我干什么？何
私がこんなに愛しておりますの。そのようなつまらぬ女に情けをおかけになるとは。情けない。あなたの愛をただひたすら信じた私が。お前に何がわかる。私たちはまた同じ過ちを繰り返すのです。